马国明晒靓仔，让鱼汤乐文隔空传情，网民错重点，美白开太重啦。视帝马国明鱼汤乐文靓汤，自从今年六月于 IG 高调认爱之后，不时会公开放闪，隔空传情，爱得甜蜜又大方，恩爱之情羡煞旁人。马明继早前联同于剧集《眼科三六小时二》入面饰演其母的黄淑仪 Gigi 姐一起拍片放上抖音冧靓汤，呢日他就于 IG 上 post 大头靓相同靓汤大放闪光弹。马明于该张自拍照下面留言表示，有冇挂住我，随即引来大批网友留言，不少圈中好友和网民都有提及靓汤，而靓汤乐文就以深深眼 emoji 来回应他 sweet 爆灯。不过就有网民错重点 focus 了在马明的肤色上，指相中的马明清靓白净，更有人笑他美白开太重啦，马生